列，这边已经停球了，找队友艾夫伯，底线的三分跳投啊，这边工程师得分还是要靠阿贝投进，那就能够制造对方的压力。对，那工程师这两场比赛、三场比赛，这个领航员非常大的压力啊，其中艾夫伯又是也是想要制造自己的硬解能力啊。嗯，外围艾夫伯的跳投啊，这边再来一个三分，讲到硬解。我们看到守一翔的人已经完全的跑去帮忙到内线了。这边艾夫伯一个简单的挡人机，经验就是我所谓的经验，在季后赛经验相当的重要。哇，最后艾夫伯拦住下点击这两分。四五号帮三号做阶梯挡，然后五号做追挡这样子。嗯，所以就是有点像在在印那个就